佛在《一教经》上说，行者智智一出，无事不办。我们要能把心专注在一个地方，这就得定，那心的力量效果就很不可思议。因为一心能生无量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所以一心非常重要。把心集中在一处，就是佛法里所说的禅定、定力，一切修行发明的枢纽、纲要，都是在定力。整个佛法归纳到最后，就是戒、定、慧三大类。而这三大类当中，定是枢纽，可见其重要性。我们只能把心置之一处，无事不办，思想问题都解决了。这个心给诸事就是妄念，就是分别，就是执着。你能把它控制住，让妄念分别执着不起作用，这是你控制住了，这就叫定。然后你就能办事，你看办事回向就能办事。需不需要仪式啊？仪式不重要，没有仪式也能办事。佛法是智慧的方法，佛学是智慧的学问，佛道是智慧的大道，它不是迷信的。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。学习经教多少没有关系，关键在哪里呢？关键在一心专注。为什么能得定？学多了、学杂了、学乱了，不能得定，那依旧是凡夫，连小乘虚脱环你都得不到，那就很可惜了。把佛法当作世间一门学问来研究，这就是今天所讲的佛学。佛学与我们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很难得到真实的受用。所以我们要学佛，我们不能搞佛学。智心一处，最殊胜之处就是阿弥陀佛。我们把这个心置在阿弥陀佛佛号这一处，这个不得了啊！这能办地大事，圆满成佛。置之一处，无事不办。置心佛号就不可思议，决定成佛。你的一生修行正果，出三界了生死成佛道啊，这一句全都解决了。千经万论要说的就是这一句啊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普遍劝导众生，也是这一句啊。这一句真正不可思议。我们常常提起地贤老和尚早年那个徒弟咕噜匠，人家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啊，什么都不会呀。老和尚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他能老实念。换一句话说，他这个人了不起，老师传授这一句佛号啊，他是信尽念定慧呀，武力具足。他相信老师的话，他不怀疑。老师叫他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就再念，这是精进啊。真的是二六十种念念不忘佛号，念力成就，一心专注，什么妄想都不夹杂，定力成就。所以人家能够在三年多就成功了，往生站着走的。所以念佛要真念啊。什么叫真念呢？放下万缘，一心专注，二六十中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
除阿弥陀佛之外，通通放下。为什么呢？与我不相干嘛。你要这样念法，你功夫才会得力了，你才会念到得定，这叫持戒念佛。只要把心里头勤敬一尊阿弥陀佛，问题全解决。心里头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口里头念念不忘，身口也如，这就是一心专注，这就是智心一处，起作用是无事不办。你的智慧现前了，你的定功成就了。我们一般怎么说呢？阿弥陀佛加持你，是不是加持？是的，但也不尽然。你自己要不能够一心专注的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加持不上。所以那个专注是因，阿弥陀佛加持是缘。阿弥陀佛加持多少，完全看自己专注功夫的前身。你功夫深，阿弥陀佛力量就大；功夫浅，弥陀加持力量就小。这才是事实真相。念经我们过去也讲过很多次了，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，规规矩矩恭恭敬敬的念就是持戒，一心专注念的时候没有杂念，没有怀疑，就是修定了。一个字没有念错，一句没有念漏掉，那就是修慧。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，你只要天天修，不间断地去修，十年、八年、二十年，哪有不开悟的道理啊？听经亦复如是，问题你会不会听？会听的时候，恭敬、至诚，不杂分别妄想，专心贯注，这个用音声呢来摄心呢。所以会听的人的时候，听久了。一心不乱就现前，绝不要分别，听懂就懂，不懂没关系，不理会，聚精会神听下去，专心一致。人能够常常用一心专注，用久了，三昧现前。三昧现前之后，功力再往上加深，智慧就开了。古人会用这些方法。成就的人很多，现在人心乱，心定不下来，静不下来，这个问题严重。念佛也好，读经也好，言教也好，总而言之，都是戒定慧三学同时并进。你依照佛祖定的这些规矩，依教奉行，这就是持戒。一心专注就是修定，定到一定的程度他就开智慧啊。所以说五年开智慧的人很多啊。这个开智慧不是大彻大悟，不是明心见性，我们讲即小悟成大悟，确确实实你一年比一年聪明，一年比一年有智慧，这是我们自己修行经过的事实真相啊。你遇到什么障碍和困难问题，只要你把心集中在一处，问题就解决了。为什么呢？真相大白，心乱了看不到真相啊，心清净了定了，真相就显现了。真相是什么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这真相。真相明白之后，你在一生当中生活里面工作里面一样跟大家穿衣吃饭工作应酬，你跟别人不一样，别人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你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，那是什么？佛的境界啊。
所以佛家的教学，高等教学不重视知识，重视智慧，重视禅定，就是重视你的心不能有杂念，你的心一定要定在一处。我们修净土的把这个心定在阿弥陀佛上，那个作用就不得了。所以一般现在讲知识分子学佛，你在经论里选一部，你就学这一样，别学多，心就定在这上面。中国古人有句谚语说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什么道理？你读一千遍，心都是集中在里面，他就得定，就得三昧。得三昧之后继续再定，他就开智慧，智慧一开的时候全明白了。不但这一样明白了，其他的也都明白了，触类旁通，通通明白了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